女孩潜水不小心抽筋，命悬一线时遇到了一名好心人，为了报答，她决定请人吃饭。你救了我，姐要请你吃饭。对了，我叫小庄，你叫什么？拉布拉卡。 随后，他就叫来服务员点菜，可谁曾想，见到男人服务员竟然直接跪了下去。紧接着是周遭所有男人。几个月后，女孩和国王即将修成正果，他们一起在海边骑马，一同漫步在森林中，一切都是那么浪漫。直到女孩的男友找了过来。小庄，嫁给我。Sorry， 这是我人生最新的选择。拉布拉卡，马里琼斯王国现任国王。 感兴趣的朋友，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点击左下角小程序继续观看。傻逼。